第一批入选的足球员一共有50个，包括陈恒强等4位守门员，张兆祥等26个中后卫，以及赵东湖、吴明宪等20个前锋。他们今天都到达木栅政治大学办理报到手续。他们在当选以后，在中华全国足球委员会的安排之下，今天办好了报到手续，他们都自己携带着蚊帐、毛毯、球衣和盥洗用具，报到以后，将在这儿利用暑假期间展开40天的集中训练。